英国国会下议院的国防委员会发布印太地区的报告，警告说两方在未来几冬可能会发生冲突，也可能会引起核战，要求英国政府和军方要跟友好的国家做伙来为台海冲突定定对策。咱国的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，这是一个合理的进步，国防部会参考。中共了台无停，国防部二日发布，正向中共派出大型机轰六空警五百，歼十六运九架无人机等，其中十五架次飞过中线甲延伸线，正伫台湾北部、中部甲西南空域。国军继续监控应变。那英国国会下议院国防委员会发布印太区域报告，观测台海情势，认为两岸未来恐惊会爆发冲突，无排除升官变作核战。英国军方应该为台海冲突拟定计划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，作为合理的情报判断。我们没有设定像那这有多理的，对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参考。我想敌情的一个研判都这样一步来，会越来越加明朗。但我们都不期望，就可能变成一个实际。针对战争各自预算，国民党马文君等人。公布冻结三亿，最后是一家人拢无删除，同意用主管机方式了解战南建筑进度，也让邱国正放心啊。对国军来讲，这一步踏出去真的不容易的，我们要很平稳的一步一步去落实。另外，因应中共无人机侵扰华丽岛，国防部编列4亿9497万元，交予国内厂商研发无人机反制系统，这项重大任务只交予一间厂商。独自研发两套系统来做屏蔽，调查单位看不下去，要求国防部负责的交代。你这变成没有竞争关系，又垄断未来的采购。你们应该做的是，好，我选一家最优秀的，就给他一套的钱，你给我做一套最好的给我看，那我做两套的啦。经济部其实他对于我们在可能在国防上面的使用，他并不清楚，所以他们不要介入太多。我们也希望国防部要有自己能够运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。另外三军官校招生不好，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建议外聘国外师资来台授课，透过中英双语教学提升教育水准，培养优秀的军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